呢两只行翻去河边。讲又话霸多啲地盘，有点数先得噶。我而家要将 national 值减到最低，如果唔系又爆叛乱。啊，拉比头话由上转下游，咩叫由上转下游啊？当然话 trade 好简单，解释就讲咗，等于冇讲，唔系真系好简单嘅啫。啊，睇下呢度。波兰又咩喎？明听住先啦，冇咩嘢 do。玩家都唔敢酸我啦，够胆酸我，喂又俾人酸啦佢应该。喂英国酸喎，喂英国登陆喎，咁坚抽。哇！英国呢啲啊，系咪想搞事啊佢？我唔理佢住，我冇点数，我唔理佢，呢啲唔重要，俾佢抢咗又如何？佢都支援唔到。前线呢啲嘢重要啦 ，check 住呢两个大势力，等佢唔好咁劲咧，好重要。我有话十二码都系入同唔入嘅啫，咁样样。有咩任务做啊？冇噶啦，都应该差唔多啊。系咯，嚟去都系嗰啲。咩嚟噶？五年喎，惊一 inflation autonomy。哇，咁 so sad 嘅。我有一个加三喎，哇！呢、這个 inflation reduction， 喂呢、這个一定要啦，唔使讲。哇，咁就加 inflation 啦，冇所谓啦，我依家可以减 inflation 啦，话你听啊。哇，3.61 inflation， 啊，每年就减0.11，话好啊。咁我30年之后咧，即系嗰个人死咗之后咧，就同我减到去零啦 ，inflation good 啊，正到冇朋友。啊 ，Toxic 话，我几时 Toxic 话，东印度公司。劇情嘅話，當央話東西冇買到點會有？皮丁頭話英國登陸亞洲 ，Thomas 話 pay out 6 multiplayer tonight 唔玩啦。哇，做咩啊？阿孟加拉話將我視為呢一個咧仇敵喎，咁把炮，我又將你視為做仇敵啫。唔得啊，唔得喎，我西班牙可唔可以踢踢咗又唔得喎？摩洛哥仲有一個 slot 啊？我呢个谂住想摆鹅仔喎，其实，但如果我打孟加拉，我可以咧吓、啊、搞翻去。哇！呢、這个孟加拉咁鬼串喎，将我视为仇敌喎，啊，你反转猪头喎呢啲系嘛？你啊迟早死，话俾你听，孟加拉，我一唔得闲理你住。的确啊，英国喺太平洋有冇舰队可以偷袭东明喎？实有嘅，咪太平洋啊难啲啊，真系。阿 Chris 话金串打佢啦，咁样样系咯，真系好鬼衰佢。啊，暂时我唔喐佢住，但佢都唔会嚟喐我啊，大佬。转头有点数，我加完啲点数咧，我过去打孟加拉啊，真系想，好鬼衰啊佢。波斯想叛乱，竟然 Trebizond 呢队雇佣奶拉定过去呢一个孟加拉先，好想打佢。我之前都想打孟加拉噶啦。呢度拆埋队雇佣兵出嚟先。点解佢选择咁样行啊？唔系咁样行，我系要对我要对雇佣兵行过去，跟住呢度啊，唔使将军，呢度21只真系少啲，我觉得。規模太小呢只，
不如合过嚟 Adena 算啦呢只。都要行上嚟，六十四 attrition 够啊！上边牢牢守住五十只，跟住真系行过去打佢，打下孟加拉先，好串啊孟加拉！呢度呢两只都可以去埋孟加拉，我觉得。依家调兵差唔多咯，突然间发现，因为咧个理念啊开到咯，依家送 national 要甚减十，我储埋啲行政点数就可以打佢啦，咁我又可以锯佢啦，到时啊，党友话东少肯脱毒去识女女未？唔识啊，唔去识啊，唔系读唔读嘅问题啊，系你。负唔负担去得起嘅问题先？喺香港呢啲，哇，真系真系唔适宜。一来又唔适宜拍拖，又冇地方嗱，一来冇地方拍拖啦，又冇钱拍拖，又唔适宜结婚，更加唔适宜生仔。我唔知咩地方嚟嘅呢个，真系，唔好讲呢啲啦，真系讲起啊，真系系嘛？33隻可以落一落下面啦，好，我去打佢先，太可恶！又嚟呢个，成日都揿，搞到我啲 prestige 成日都爆。我又话肯敢肯翻工未咁样样，快噶啦呢个，好快啊！叫咩啊呢个？哦，你自己内乱啫，关鬼事！阿导又话生仔呢个问题买保鲜纸啦，咁啊讲呢啲。咦？呢、這个伊索比亚都西化埋咯，啊呢、這个亚洲唔系呢个非洲呢块地啊，又嚟了。啊 ，toxic， 龟斯 toxic 话独男点犯共鸣喎，系嘛？铁钉头话仲够唔够钱交租啊？你话唔使担心我嘅，还 OK 嘅，依家系咪先？冇乜事。啊，龟斯 toxic 又系咁谂啊嘛，真系，唔系唔想唔即系唔系唔想识，但系真系咧谂过度过条数真系唔甘计，真系计唔到。你唔系话咩？你会好痛苦咯？你为咗呢样嘢，你会牺牲咗人生好大部分嘅嘢咯？喺香港，即系我又唔信话唔想嘅，系咪先？系先呢队啊，摆过边度好咧？啊，抌过嚟呢度啦，唔使谂咁多。啊 ，Jeffrey 话独男典范一身做宅男，唔好讲呢啲啦，吓、啊，即系咪先？即系讲呢啲冇瘾嘅，讲呢啲话题啫，系嘛？啊，将军放喺边先？呢度一个哦，两个啱啊！嗰度上面一个将军，呢度够唔够兵咧？未必够兵、啊，雇佣兵啦、啊，大把钱，太多钱，500几喎嗰度。五百几只上限、哦，够钱就可以去噶咯、哦。呢度太多钱啊！充气娃娃 Jeffrey 话唔使啊 ，Pico 话多少呢句有啲唏嘘、哦，系嘛 ？Jeffrey 话富容同保护国作反系咯。呢、這个啊，孟加拉我真系想打佢啊，想打好耐啦。刘明话系咪西化完都仲系非洲兵种、哦？系啊，冇错。又搞嗰个殖民地，哇！44、43好劲啊！
阿老表又唔系冇计嘅，排公屋咯咁样样。哇，公屋啊，你唔排翻十年，你边度上到去？啲上限好快爆噶咋，嗰啲申请上限真系啊！你唔好忘记呢个万四蚊嘅理论啊！啊，佢以前话排咗几年冇消息，我咪又喺啊 Jeffrey 又系咪处男？都约下单身年轻人，轮公屋起码要等11年，系嘛？好噶，同埋依家啲新起公屋真系好掠水啊！我同你讲过噶啦，啊苏屋村活生生嘅人版，哇咁啊叫一间屋噶咯，真系同间劏房差唔多大嘅啫，边有可能咁样噶喂？新加坡组合屋都冇咁细啦，系嘛？接受唔到咯。哇，做咩啊？日本又西化唔系啩？我似喎，冇晒叛乱嘅。哦，冇事。佢系咪咩啊？日本咩啊？佢对我做啲咩嚟啊？唔知道，做啲咩嚟啊？睇唔到。唔好理佢住。佢未西化，应该冇事嘅。不过话移民移到去边啦，当咗话上限呢个问题，是但搵份工都爆系咯，有个单位俾我做埋手脚，唔系做手脚，系真系我唔小心咧，一咬爆咗，我冇计喎，我唔想喎，喂，叫佢真系嗰啲石屎干噶嘛，大佬啊，一干一咬就爆啦。哇！呢度行过又饿死，阴公。呢度又饿死人、哦，你唔系应该唔会一齐行嘅咩？你两个系分开行噶嘛，系嘛？咁都饿死人，咁我企定定先啦，揾只啊！刘明话变天主教系嘛？变天主教系、哦。有啲地方变咗天主教国家，咁我咪有 Holy War 嘅宣战理由啊！不过仲系我保护国。Jeffrey 话小日本造反打，唔打住啊！当然话点解日本信咗耶稣啊？嗰啲啊嗰啲咩耶稣会士可能卖啲枪炮俾嗰啲大明咧，咁咪咩咯？咁咪失落答咯？嗰啲咩南蛮商人啊嘛，打信长加强版都有啦，系咪先？搞嘢成日喺度 save low 嗰个南蛮商人咧，吓喺度咧，想博佢出啲嗰啲劲嘅宝物喎、啊，大佬去收买啲大名啊嘛，攞啲宝物，好鬼惨啊！真系一开局嗰阵时咧，开局系最惨噶。老表话租住先，生仔仔生埋仔用快上楼啊，唔好啦，冇啊！你生个仔出嚟又系输在起跑线啊，同埋依个香港真系咧冇乜，我觉得真系我嗰代我已经觉得冇乜前途咧。香港你再生到个仔出嚟，再加个冇前途，有乜意思呢？系咪先？今日先话 I live 公屋冇问题 ，Bisa 南蛮交易嘅陀国崩，都有你未婚生仔，哇！话呢啲好衰，唔系我觉得咧，我唔知道你有冇听过呢一个黑格尔或者尼采啊讲咧，你人咧你要对抗呢个自然嘅意志，自然嘅意志就系你想嚟生仔，但你人你有自己嘅意志咧，你可以对抗佢噶嘛，啊，咁你可以对抗佢嘅话咧，咁呢个你先显得出你系人啊嘛，系咪先？你如果连对抗唔对抗咧，咁你啊真系你冇咗自己个自由意志啦，已经系嘛？突然间讲呢啲嘢，我惊你哋唔明白、啊。你总之就系、是、啊，有一样嘢你想反抗佢，系咪先啊？你又唔顺条气，你想反抗佢，咁就你可以向呢个方向努力咯，就系、是、咁简单咯。我数下自己几兵先，呢度诶12万、啊，过埋上限，我过埋嚟呢度都10-20万啦、啊。理论上都应该问题都不大啦，都唔使出雇佣兵添啦。理论上啊，好难讲。等啲人过到嚟先，我仲储紧呢个行政点数。
啊，有假结婚 ，Obi， 哇，啲观众几邪恶咧，各种各样嘅名目。当日话结婚加个仔申请慢啲 ，Beast 话对抗命运，但我永不挨怕挨，害咗下一代系嘛 ？Pico 都话系咯，真系唔系讲笑，输在起跑线啊，大佬啊！你依家已经话咩学前教育，我觉得根本痴线低能啊！人哋国家有根本有啲国家与世无争，系唔需要做呢啲嘢，话俾你听。有啲国家可能去到六七岁先至去抌个仔入去翻学，你一学前教育喎，岁几两岁就话要去读书，又要去背生字，喂咩痴线呀？咁样糟质啲细路啊，我觉得系咪先？唔好咁啊！学少年字唔会死嘅系嘛？即系所以我咪话咯，唔好害咗下一代，真系。唔好啦，真系唔好啊！呢、這个哦，俄仔又想制造宣战理由咯，系嘛？诶，波兰都蠢蠢欲动喎、哦，波兰嘅人力值应该好高，我相信，系嘛？睇睇波兰先，波兰咧？波兰哇，23万兵。18万人力值喎、哦，啊！你俄仔夠胆酸我咧？你命都短几年啦，话你听。你佢依家俾我养到好似俄仔咁大只啦，佢上下系18万啫，咁得意嘅，佢系俾我大一个开16、8碌咧，搞到佢上限少咗咁多。嗰啲应该提供人力值会减咗噶，系嘛？冇啊又，唔知佢啦。总之咧，依家咧好鬼爽。阿 Lobby 话唔系噶，上一代好多大人物都系屋村出身，咁依家都讲紧啦，啊，就算政府佢乜都唔知嘅情况，啊，政府我哋呢个昏庸政府都话啦，依家年轻人系缺乏上流机会啊嘛，啊，以前系中公出身，因为人哋以前你知唔知以前买栋楼几万蚊咋，一个你可能一个月一千蚊或者几千蚊人工。一栋楼几万蚊、10万蚊都唔使啊！讲紧可能6几年、7几年，你依家买栋楼几百万啊？100万人哋笑你啊！攞住100万买楼，你去买啲冇屋契嗰啲楼啊？有系嘛？阿朗又话东少自知唔系嗰啲大人物咧，火势就算瞓街都上唔到位、啊。唔系，我觉得有阵时叫咩啊？上位啲咧，好老实诶、你上到位代唔代表你有实力啊？我又唔觉得、啊。啊！你即系我想讲就系真正实力，你真系有嗰个 talent， 你有嗰个能力去做一样嘢。你如果上位，你系纯粹系为咗博呢个知名度上咗位咁样样。咁但系如果你本身你嘅质素唔得嘅话咧，其实我觉得冇意思嘅。你为呢个世界带来啲咩啫？系为就系纯粹系带来咗你上位，就系、是、因为你上咗位，下面有好多有 talent 嘅人上唔到位。咁冇意思嘅喎，你害咗，你又害咗人，为咗自己上位。但系几廿年之后，你谂翻，其实你得到啲咩咧？冇嘅，可能就系赚咗啲钱。但系呢啲又长唔长久啊？系咪先？所以我觉得你有时你唯有上位，咁我觉得你系要真系你要有料，你搵人有料到，你上到位嘅，咁啲恭喜你啦！呢啲真系好嘢。你冇料到你上到位嘅，可能真系嗰个市场劣币驱逐良币嗰样嘢。劣币驱逐咗良币，咁劣币咪上咗位咯。但系劣币一上咗位嘅时候，佢其实为世界带来嘅灾害仲多过佢唔上位啊嘛，系咪先？即系我觉得有阵时又要谂翻转头嘅。咁你上唔到位，咪上唔到位咯，冇乜嘢噶。咁即系我，但系我又唔觉，我又从来唔会咁样睇死自己噶。上唔到位唔代表咩？你系你唔好彩，为一个时代唔要你，咁咪咁咯，系咪先？即系譬如你话，点讲啊？有譬如有啲作家，佢作咗成世嘢，佢都系嗰、那个时代都冇人要佢啊！老到终一生，跟住咧好鬼惨冇钱食饭，跟住咧饿死，又有系嘛艺术家嗰啲，你死咗之后，啲人先至捧佢嘅啫嘛，系咪先？咁呢啲你睇下，边啲系真系对有贡献啊？真系值得留低啊？系咪先？啲嘢几廿年之后再谂翻，系咪先？话呢度会饿死啊又，咁行过嚟会唔会好啲啊？
啲兵都差唔多倒晒喎。啊 ，Thomas 哈哈 ，Pico 话上一代环境唔同，多因为又俾波兰拉落水。Pico 话当时香港亚洲之最 ，Victor 阿东少做酋长成就。我呢啲唔系成就，呢啲纯粹啫，点讲啊？打下机啫。啊 ，Home 有个叫 Homie 咩咩咩 ，Watch out for my 咩咩，我唔知阿乜。啊 ，Chris 话点解要上位？啊，咁即係呢个频道你要有50人可以用可以唔使用 cartas.net 嚟睇嘅你又要上一上位囉就咁简单。我觉得如果呢个频道唔使用 cartas.net 呢咁我觉得呢都即係啊都 ok 㗎啦啊即係起码即係对得住自己囉咁你唔使成日观众咁辛苦啊係咪我真係觉得成日你要开嚿咁嘅嘢咁样呢都几麻烦。即等于打南洋成日要开呢一个 VPN 系咪先？的确啊，但系已经俾日本泡菜台湾过咗，已经冇晒优势。加上极权政府投资者一定唔 like 系咪？香港已经玩完，做咩呢个？哦，佢想系咪想感受啊？佢呢个闪国，佢真系想我酸佢啊！啲英国已经俾佢英国打到残晒咯，佢系咪唔争在谂住打输埋佢咁样啊？哇咁我下次咪要打英国如果佢真係攞到啲地咁大镬。我算啦打俄仔都打英国㗎啦冇分别㗎啦迟早都係要打佢㗎啦。係咪先我同英国谈和仲到时啊。要咁样我使咪出埋啲雇佣兵我再出啲其实。有 quota 17隻。都系唔使啊，唔好嘥钱住。我硬系觉得咧，佢应该唔会太劲，22 level。佢嗰只中国嗰只好似26 level， 19呢18 level 之后系26 level 先转嘅，所以好似唔劲嘅。我记得唔够打先出啦。啊 ，Beast 就话咧，值唔值啊？觉得好个人感受，有人觉得食饭紧要过精神富足咁样，咁当然啦 ，Victor。香港果然是亚洲最常上楼的地呢啲嘢冇争吵意义係囉。咁样係囉咁每个人有唔同嘅追求嘅唔係先。咁我又唔觉得咪争咩争吵嘅只有个讲出自己係想做啲乜嘢咁解啫唔係先。啊 ,Thomas 话我唔使 ,Pico 话香港竟係玩自由港死喺咩死喺冇自由係咪我啲兵差唔多到晒嗰度，其实嗰度五隻雇佣啊，孟加拉，你走嚟搞搞震啦！我真系可以选孟加拉喎，我 nationalism 嗰度搞埋十咯。呢啲啊，揿下揿下，波斯又唔嚟啦。睇埋我自己呢，冇啊，咪呢个揿咗未噶？好似哦，揿咗啦，已经系嘛？宣佢啦，将佢视为呢个仇敌之后宣佢，咁个 power projection 又可以再加，啊冇得顶，哎点解唔可以照仇敌嘅？熬底喎，有熬底喎，咁衰嘅，转做仇敌啦嘛，吓头先又话转仇敌，我依家军队嚟到，你又唔仇敌啦，啊熬底啊！我最憎啲人呢啊假仁义啦係咪先 ?Holy War 你先 ,Holy War 到啊咪 Holy War 佢啦。啊老B话咁幸福嘅人意义咁样喎当然话唔好亂同意嘅人讲俾你幸福但一定意唔同。亂同意咩呀讲咩当然嗰句 ,1999 喎。唔好理佢住，一打佢啦！我依家起又似啊，你呢个孟加拉啦，几多兵啊？100,000就呢度啫，系嘛？死无全尸啊！话你听啊！
抌晒将军过嚟先。入嚟着杀咗你呢队先，岂有此理？仲有一队40系咪？我过埋嚟，呢度过埋嚟，48冲埋过嚟，啊！可以冲埋过嚟喎，我睇佢点行。杀咗啲有生力量先，走咯呢队，想走，佢又唔喐咯，佢咪两队想夹埋一齐啊？我唔介意，一镬过。企定定，好啊，企定定，最好企定啲啊你。我睇下行到落去咧，行过嚟中间先，好似唔见咗佢头先行下。哦，佢真系谂住夹埋一齐喎。咁样啊？有冇急行军？冇啊，未开急行军。咁我沿住海咁够行过去啦。Pico 话激斗呃嘅啫咁样样，咩咧？讲紧我都唔知道你讲紧乜嘢呢度。我咁样行过去啦，吓呢度后边收。咁系咪快啲啊？其实好似快啲喎，咁样行过去好过啦。哦，我明啦，多央话唔好乱同中意嘅人讲俾你幸福，大家定义唔同，我明啦。你咁样画我又明啦，就咁睇我就唔系好明。明咗啦，睇先。有乜加呢个？使外交点数 keep 住先，冇用。加嚟都冇用，又唔系加贸易。好深究啦，嗰、那个依家终于明啦。你咁讲，睇先。佢过嚟啊，系嘛？有冇人过嚟？佢想嚟喎，佢想咁开心。5月7号，5月6号我到，捉住你喎，有冇进攻减成啊？睇下先，系冇嘅喎，咁你死硬啊！话你听，我点都会过嚟，就呢度捉住你先。我呢度有80只，我啲60只啫，唔知咁鬼你，捉咗佢先啦。佢想走，冇得走啊！话你听下，你过到去，我有进攻减成嘅，我唔得，我会死嘅，进攻减成。哇！呢次濑嘢真系啊，好似唔系我2000咁拍佢，佢真系好惨，顶住啊喂！佢依家成为下雨天留客天，咩咧？顶住啊！嗱，继续拍住佢先，哇！1000几，哇！40几打90几，仲够佢抽喎！依家入埋去先，入埋去，入埋去，顶住啊喂！差少少咋，唔系咁都顶住啊！入到去啦，110。嚟啊！哇，死劲多，我都死劲多，搞到我想出雇佣兵喎，出雇佣兵咧，基斯克成话 low safe 啊，打过咁样嘅小国都要 low safe， 咁啊真系咧太失败。睇先，我啲将军应该喺晒度啊，3个将军喺度，点搞啊？我又话你喺攻方，人哋有条河，睇系你死啊！我睇佢呢个地系冇喎，冇嗰个加成，冇减成喎，不过算啦，冇深究啦。我睇下佢退去边度先，佢咧应该退去首都啊，相信吓会唔会啊？都唔知啊，好难讲啊。呢队合埋一齐先，哇！啲雇佣兵死啊，死伤啊伤，睇下可唔可以拆啲雇佣兵出嚟合一合佢。哇！咁啊，又死咗一队雇佣兵啊，行入去喎。咁嘅情况，睇下点玩法先，睇下调一调，灵活调配翻啲部队。呢队死得最惨，哇！呢、這个将军死得最惨啊，啲兵。呢、這个将军有冇得消失咗佢啊？
拆一半出嚟啦，我谂。廿隻呢个将军，哇！呢隻真系死极低喎，冇嘢 do 喎。咁样先啊？啊，呢只可以合埋呢一度五啊几咁样行过去都得喎。咁样咯，一系即系我派两个将军去追佢，佢呢度有。十几只嘛，我出咗先。都边话难道打小国都要断点唔断啊？的确，人哋未西化，西化咗啦。孟加拉未西化，唔会脱离到我嘅统治。啊，的确话哈罗阿人四定要死，当日话道道都有条河。你次次都系攻方，次次都你都死，系嘛？咁样情况，我睇下先点样搞。其实使唔使雇佣兵咧？又未必需要。我觉得是不是应该是这一度出雇佣兵，不过不要紧，这里按了有他出住先，大把钱反正买 个保险而已，我不知道他退去哪里，这些要研究一下他的条路。哦，转完转即刻转第二个，这个转文化。睇下佢行去边先呢个，诶，再行一格，再行你呢度，呢度合埋一队行啦，行上去，继续行，睇下佢点行先，七十只啫，但系佢得，唔会太夸张啊，咁样追佢，我会唔会饿死人？我仲多啊，睇下佢仲有几多人先，人力值好多，佢应该系咁爆紧兵嘅。可唔可以分两队行啊？分两队行啊！饿死啊！咁样行啊！呢只真系要跟落去啦。要呢只，我觉得系咪可以剁嗰啲新出嗰啲兵咧？定系搵啲城，即系唯一围住佢先好咧？我觉得可以围城先喎。其实头先一睇搵六十四啦，佢自己都饿死紧啦，自己饿死自己。围住城先，不如，哇！一千、二千、三千喎，三千先围咗个，围住先。围住咗佢咧，等佢唔会再爆啲新兵出嚟都好重要。三二一。哇！我点解听到青蛙叫嘅？喂，咁神奇，呢个地方有青蛙叫，呢个孟加拉。一千城啊 ，Fidenta 整个咩？啊，呢个北方妻姬喎，做乜鬼嘢？点解突然间拎佢出嚟玩啊？三千城喎，呢个海边呢一个都系嘅原地一千城，隔篱咧，隔篱一千，呢度都系一千。哇，乜搣下冇兵咯，搣到，但系佢本身都唔多，其实。
嘅留低一千咁啊，继续上住先啦，不如。系咯，呢队可以周围行下先啦，呢队友。行上嚟先啦。哇，搞搞下，我觉得唔使出雇佣兵喎，好似好多兵啦，我已经。我出咗有佢啦。呢两只都唔知道去边好，两只雇佣兵。阿华去边先？停低咗，捉唔捉到佢啊？我捉唔到啦，俾佢回一个月气啦，要咁样样、啊。原来捉佢唔到啊！咁啊，咁样行入嚟啦，不如直接行入嚟啦。哦，又一个殖民地。咁就咩啦，殖民地转下客先啦。两点行政点数抵呀。会唔会我同佢连根拔起嘅呢度啊，好有呢个可能我觉得。入埋去 bo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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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硬呀，杀多几只好喎、啊。顺便啦，唔沾嘴呀，杀埋佢。哦，佢又走啦。走右边喎呢次。呢队嗱呢队咧好多隻都烂咗啦，呢队睇先，呢队我谂要拆翻出嚟啦，有啲呢队唔追啦，呢队啲雇佣兵有冇得拆啊？好啦，喂，好鬼易打喎，唔使出雇佣兵啦，直情就咁围住佢铲入去围住佢啦。呢度唔够人围城嘅，点解？三千，诶，咁我调错咗，定唔够兵啊？系我唔够兵，我行到入去 attrition 个食，咁样啊？行翻队人过去咯，行翻过去咯。啊 ，Pico 话打个小国都要劳师动众系噶啦，冇计啊！围翻个二千城先，啲骑兵唔要啦。二千城喺下边，跟住一千，一千呢度，呢度都系一千。呢啲二千三，呢二千两个二千围埋啦，我哋打到冇士气嗰啲啊，翻嚟围城咁啊啱啊！个国土又咁上一大咧，就要咁样围城啊，冇计啊，真系。因为首都嚟喎，系嘛？系咯，首都要留低一队喎。首都有几啊？四千喎，哇！个首都咁鬼坚。摆多队炮啊！跟呢一带都围到七七八八咯，呢隻放边好啊？唔知放边啊？求其嗰个位抌低佢算数，一千城嚟嘅呢啲，仲要系呢隻围城啦，呢隻追佢啦，仲有一个将军嘅系咯，三个将军嘅我记得系咯，咁样咯。呢隻咩嚟嘅？呢隻雇佣兵咧，
真系雇佣兵，佢追埋佢先。我觉得可以合咗个将军都得喎，其实都系唔好啊，有两队会好啲嘅。咁样啦，佢咁样去达卡，我估佢应该唔系达卡做终点噶啦。哦，佢嗰度就系争咁多只炮，不过我谂都赢噶啦，吓、啊、打住先啦。呢度达卡咁样行，哇冇啦，我估真系。行到过嚟都应该完场啊！佢咁样达卡应该就唔系佢嘅目的地嚟嘅，我相信咩啊？阿曼尼啊，做咩要军事通行啊？俾个理由我、啊，我又唔觉得你要。睇下先，佢嚟呢一度，佢唔通真系谂住自己病埋一边？咁啊追你啦！即系佢咁样行，谂住原来咁啊行埋入嚟啦。其实最好就揾啲雇佣兵去追佢嘅，真系。不过就啊，有啲嘢就讲求快捷嘅，系咪先？血片有六万人啊 ，so sad 啦！哇，两个打 0.9 会唔会唔够打啊？呢度我调可唔可以调翻个将军落嚟啊？紧急！喂，唔系我要啊，真系攞翻个将军落嚟先，唔够打喎、啊，113人喎、啊，哇！喺从呢个做咩啊？哦，咁样样扫，哇，横过扫咗佢嗰只，啊，咁啊呢度啦，佢会唔会死啊？好似我死得仲金喎，哎，哇，捉住咗佢啦，70打39会唔会连根拔起咧？哦，哦，冇晒啦，吉普寨咪呢个孟加拉冇晒啦，系嘛？冇晒咯，8000多啊！我唔使出雇佣兵，够做啦呢啲小国，冇晒啦佢已经，唉，合埋一队算啦，唔使嘥时间搞咁多嘢，都冇乜点死过啲雇佣兵，唉，拎翻欧洲啊！啲雇佣兵拎翻欧洲啊，冇用嗰啲雇佣兵，嘥晒啊真系。唔使打啦，打完啦都已经。啊，阿 Faker 话113K 饿死人，啊，真系饿死人啊！饿死人仲多过前线打仗死人，即系好似打寒战咁样。你话几悲哀？唔知摆边好咯呢只，冇位摆添。即系围城啊！依家已经可以。呢只行到过嚟冇嘢多，呢只谂住雇佣兵咁样行嚟行去，冇嘢多啊！真系孟加拉佢再想爆兵咧都冇用啊！话你听嘅，你依家爆兵都冇用。我应该调翻转，应该攞啲雇佣兵嚟扫佢嗰啲，扫佢嗰啲部队，系嘛？调翻转真系，啲将军雇佣兵先，咁你唔使攞自己嗰啲部队嚟靠飞啊嘛，损失大啊嘛，攞自己部队，系嘛？好难嘅呢啲，一打赛大仗咧就会吓、啊、少不免饿死人嘅，你好难可以咁样控嚟控去，控得咁好啊！啊，应该攞呢队嚟铲佢嗰啲咁样嘅残余部队啊！嘅呢啲又嚟围城噶嘛，啱啊，应该系嘛？
下面有个3000城喎。1000呢度，呢度2000，真系饿死人，仲拖过打仗喎，前线阴公。2000，呢兩塊都要喎，1000、2000。其實有冇第二個冰原啊？我想知道，應該有喎嘛。咁唔使企曬喺度啦。嗱，呢度5隻過去啄佢嗰啲啊。回下又回到咯喎，嗰度。呢度有15隻。围埋上面嗰两个城先，嘅2000城，要2000，1000嚟嘅呢个。围埋个1000。话呢个孟加拉好鬼多嗰啲牛蛙系咁喺度呱呱呱，真系唔同啲啊 ！Jeffrey 又话 OT 喎，咁都 OT 唔系啩？你仲想睇啊？唔好啦，啊呢、這个都打7788啦，今日系嘛？打埋我围埋佢个城，我收工啦，真系3000城嚟个原地，原来咁鬼坚抽，搵到啲兵围一围佢先。即系我原地喺一个孟加拉呢一个国土里面，我听到最多嘅效果音唔系嗰啲海水声，亦都唔系嗰啲人声，而系咧嗰啲蛙、啲青蛙喺度呱呱呱呱呱系咁叫，笑咗啊！真系大佬，阿汤米斯又好无奈嘅表情系嘛？咁啊完咗啦，孟加拉呢度。睇先，死埋佢呢队，又死咗，死晒。啊 ，Chris 咧就话吞咗孟加拉，啱啱好收工，偷唔晒，咁又我相信应该唔够快。呢度仲行紧过嚟嘅，点解？嗰两只唔知喎，两只雇佣兵过嚟要集合啦，不如嗰个地方集合先，要15，过去帮帮佢啦，呢度周围行下啦。咩啊 ？He has a point， 哇，加点数啊，喂！He has a point 喎，梗系真系 He has a point 喎。梗系又话嗰啲咩官员啲咩事啊，梗系啊，当日话打个弱国都要等听日啊 ，so sad。哇，真系一行过就啄咗佢噶咯，秒杀、啊，有几人力值都冇用啊，孟加拉啊嗱，阿铁木儿都过嚟、啊，最惨就系、是。佢又谂住，唉、哎，我实输俾大明啦，投降嘅之际咧，铁木儿都过埋嚟，糖都冇得你投，啊，你话惨唔惨？啊，呢只唔要啦，喂，700多人，
太浪费。诶，又有一只，系咪呢只雇佣兵嚟啊？系啦，俾我估到你，估你拢嘢，即系搵个地方集一集合先得。呢个有呢两只都系雇佣兵啊，我相信。啊，嘥晒啲雇佣兵，真系唔使咁多，多一剂，过嚟集合啦。雇佣兵集合翻欧洲啊，要好咯。Jeffrey 话玩家嘅反抗军要拜拜，佢冇啦，玩完噶啦，佢已经冇将来啦。佢我行埋过嚟先呢队。哦，死埋，死埋添，俾我打到阴公啊！真系，我呢队冇嘢 do 喎。去翻翻去翻去彭加普过啦，你翻印度啦，你翻印度食蕉啊！真系冇嘢 do， 行到落嚟呢队又系呢只仲傻下傻咁行过去，原来呢度仲有一队人行埋过嚟咯。死埋走佬呢隻仲想走，我睇下走得去边。呢隻掉呢隻六百几人，佢仲想走呢隻。呢两个城未围咩？哦，呢度调转咗啊！一千人系过嚟呢度噶，调转咗啦。首都要五千人啊嘛，系咯。跟呢隻啊行紧上去，哦，咁样。呢度摆低二千先啦，呢度梗系呢度摆低多一隻炮咁样系咯，唉，搞掂啦！上边呢度冇人围喎。出奇喎，怼咁啊，怼只炮喺度啊，搞掂啊又，一千啦，唉，理得佢，佢呢度上紧嚟哦，咁样，行过嚟呢度先。哦，佢要死啦佢！哦，又有一个殖民地啊，未殖民喎，殖埋佢都喎，住埋个核，殖埋个民，吞埋佢先，逐快。一唔够人围喺呢度咁得意，哦，行紧过嚟，我记得好似系，哦，死硬啦佢，玩到三日都算你好嘢。嘥晒啲钱，我觉得真系。不过我有的是钱啊，只正正。总之唔出雇佣兵啦。哇！孟加拉已经全国围城啦，我一走啊，嗰啲兵已经。铁木尔都过嚟抽埋水啊！仲有咩希望啊？佢冇希望噶啦。完蛋啦佢，封实晒已经，唔会太快，佢已经完蛋。呢度有冇饿死人？冇啊！
好啦，咁企定定都完场啦，阿加拉，你又再多海军都冇用啦，话你听，咪又系要死，睇下阵间点割你好过啦。好啦，孟加拉，拜拜啦。啊，咁啊，今日啊十一点咯，系咯 ，Jeffrey 都话十一点咯，够钟咯喎。啊，今日又依家自从改版之后咧，真系咧啊，讲少少感言，真系自从改版之后，我发现我真系唔敢去打人咯。哇，嗰啲叛军多到咧，搞到我净系咧瀚海风云喎。呢只 game 真系完全真系。完全可以符合翻佢嘅原本当初佢个想要嗰个状态就系瀚海风云。哎呀死啦！佢俾奥特曼打喎呢个国家，死咯！我冇留意添，死咯！又俾奥特曼食翻嗰两块地啊！撞你个鬼，好嘢啊！奥特曼，等我行开嗰阵时咧，搞啲咁嘅嘢，咁我点算啊？啊！你咁样样唔得噶。佢仲要一俄仔同奥图曼又冇仗打，因为我割开咗金像汗国。哎呀，系、啊，即系我要硬食啦！依家前面摆明啊，冇啦，玩完啦，今日唔好理佢住啦，由佢啦啊！阿 Bis 话今日系咁先啦，好嘛？咁嘅样，阿 Shack 有个 Shack Master 喎 ，Hi 喎 ，Hi 啊！咁啊！但系我都走啦，今日啊，咁啊，今日打啲咩？真系唔敢选人咯，净系打啲小国啊，冇乜进度，我觉得。不过就啲时间过得好快，1726年啦，即系可能圣诞之前有得打赢啊呢个啊。当然话分出嚟俾奥图曼食，系咯，又系俾佢食翻。所以我都话啊，你攞外交点数嚟分啲国家出嚟都冇用，你唔够行政点数去食翻嗰啲地，你都系咧，迟早好快又俾嗰个大国宗主国咧食翻佢自己本来啲地。核都唔使转喎，几快脆，哎冇计啊！呢啲真系，有乜救到佢咧？有冇方法可以救到佢咧？哦，佢原来咧，佢就走咗去围人，人哋走去围佢，啊！其实我应该救到佢嘅，因为咧我唔俾军事通行佢噶嘛，佢净系可以有限用有限嘅兵队咧嚟打呢个国家，啊！其实有得救佢噶，啊！睇下下一集咧点样玩法啦，我冲晒佢咪得咯，系咪先？啊！我喺佢之前冲入去，啊啊！当然，唯有后俄罗斯先会打东明，系咯，嘥外交点数啊！真系好啦，今日系咁先好唔好啊？我哋听日咧就同大家玩下呢个欧陆风云四啊，好唔好啊？今晚多谢大家收睇啊，听晚再同大家见面，祝大家晚安，拜拜。